杰出的舞蹈老师奖。正所谓舍得舍得，有舍就有得，这一点是我们要向老师学习的地方。杰尼老师是个完美主义者，他喜欢学员们穿得美美的，所以就不辞劳苦的上网帮学员们买廉价廉物美的衣服，然后看什么衣服就编制什么样的舞蹈让我们跳。老师也时常会送我们一些小礼物，就像今天晚上我们穿的这朵叫美美的这个衣服，玫瑰的，哎，这个就是老师今天送给我们的哈，所以老师感恩哦，我们的老师。好，介绍了这么多老师，